别那么紧张，继续跑吧。牧野说了，任务完成后，你还要关禁闭的事情。到时候不要有心理包袱。这点心理素质，我梁斌还是有的。不麻烦少校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。朋友们，你的东西。谢谢。你果然跟一般女人不一样，待男士柔软。请注意上下级关系，以后请叫我黄三毛。